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跟各位唠一唠这个《三国战记》的一个无双马。可以看到呢，今天打的模式跟平常不一样。今天打一个叫做上下臂的模式啊。这个模式呢，在武将争霸里呢会出现什么效果呢？就是两轮都是五 boss 啊，而且的话呢，这个比之前的那个第一轮三 boss， 第二轮五 boss 呢，难度上升的不是一星半点了。因为呢，之前那个第一轮三 boss， 第二轮五 boss 那个模式呢，是有发育的空间的，而且发育空间很充足。它是杀一个 boss， 最开始那个啊，就三个 boss 出来呢，杀一个 boss 就会爆东西，然后呢，杀第二个 boss 就过关。但是呢，这里就不行了。这里的话呢，杀一个 boss 呢，只会爆他有的这个道具，不会爆加血，这个就有点坑了。然后呢，再杀第二个 boss 呢，就会爆加血跟这个那啥，跟他的令牌，然后就过关了啊。这里呢也是杀两个关。那么呢，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期游戏啊。这期呢，我是选的一个曹操啊，当时呢是一个袁磊老板点播的，然后呢这个萧峰老板啊，萧峰老板呢追加了一个三剑。啊，本来我是没想用曹操的，后来呢，大哥就加了个三剑呢，我试了两把，第一次选择避黄营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然后呢，第二次呢，我一琢磨，选了这个曹操啊，因为呢，这里我是看上了曹操这个优秀的移速，啊，这个移速的话呢，将是我这局最大的一个优势啊，最大的优势。曹操这个移速呢，首先你看是吧？你看这个驱逐死了，就爆了他该爆的道具，但是呢，没有爆，对不对？没有爆那啥啊，没有爆这个加血。这样的话就很坑了，你这打死一个 boss， 五个里打死一个，累死累活没有加血，这就有点难受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可以这个再利用剩下的道具或者驱逐令牌啊，再把这个谁，再把这个剩下的怪都打死。然后呢，这一局呢，我必须得拿七三剑，这是来了个鞋子，鞋子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道具啊。其实这个曹操有鞋没鞋差不太多啊，差不太多。然后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让你的令牌有鞋子了，这点就不一样。这位置呢，我直接是准备杀赵云，因为呢赵云有九壶啊，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里 AA， 还有这 A 慢了 ，A 慢了。他这个玩的时候呢还是有延迟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玩的时候就是还不是一直延迟，他一直延迟我也就忍了。他是玩到一半就突然就延迟了，然后玩到一半突然延迟之后呢，过一会儿又不延迟了，完了过一会儿又延迟了，这个玩意儿就诡异啊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。之后呢，这里呢我是利用了虚竹的令牌一套呢，把这个赵云打掉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陆逊听说有剑，本来我没想杀这个陆逊的，但是呢当时弹幕里这帮兄弟告诉我陆逊是有剑的，所以说呢我直接顺手就把陆逊杀了。然后呢把这个史记一扔，找好位置捡一个电剑。 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我的第一把剑也就有了啊，第一把剑这个当时我还真不知道哪个怪爆剑啊，而且呢这个模式呢当时我也没打过，是吧？这个弹幕就说了这个可以是吧，没打过就敢接啊。当时我一琢磨好像也不能打哪去吧，我当时印象中我想的是什么呢，即便是五 boss 他第一个怪死了应该也爆加血，这是我当时印象之中是对这个模式的一个想法。结果并不是，之后呢当时就有兄弟告诉我这个黄盖爆这个冰剑，这个虚竹的一下顶特别的伤，虚竹如果不来顶我，这个黄盖直接就被我秒了啊。之后呢这地方呢我是准备用九壶了，所以说呢我先用这个曹操开一个必杀啊。你也看到这个第二关啊，在你第一关就打出一两个令牌的情况下呢，这个第二关就有点不好搞了，是吧？特别不好搞了。这地方呢我是爆了一个九，然后呢利用自己这个曹操无限的这个奔跑，因为呢曹操这个人在跑的时候是一个无敌状态啊，这是他跟所有角色不一样的一个地方，这也是为什么这局我选曹操的一个原因啊。为什么选曹操的原因，这位置呢跳躲一个火，调好血书啊，准备随时受伤呢，我就把这个血书直接一丢。这位置呢是当时改剑没改，我这个爆错气了，我本来想爆 BCD， 这很明显啊，三个气爆 BCD 是吧？然后呢结果爆了个这么晚呀，那就没招了。那这里呢我就只能错，将错就错了，接着开必杀吧。本来呢能开四个必杀，结果呢现在只是开了两个必杀就没了啊。这个位置呢我是准备扔隐身衣，然后呢先出出黄盖一波，因为没得打了啊，只能靠隐身衣了啊。然后把这小必杀子给他开掉，还没死。那这里我可能丢点什么其他道具了，我们来看，可能张角金吧，因为黄盖是怕张角金的。果然这里我丢了个张角金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黄盖死亡啊，黄盖死亡之后呢就会爆一个冰剑啊，爆个冰剑啊。这个当时我还真不知道啥爆啥，就得回这个直播间有懂的啊告诉我了啊。好多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问了，说永恒啊，那不对啊，
那我也懂啊，我得去哪儿告诉你呢，是吧？哎，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啊，那咱就有了，是吧？我呢是在这个抖音啊，跟这个西瓜视频啊，主要是在西瓜视频啊，抖音比较随缘啊，在这个两个平台呢做一个直播啊，然后呢我这个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7:30左右啊，这个防御真漂亮，但是能被熊鼠一个二次盯。每天呢7:30左右的一定是往左，哎是吧？然后呢你搜索发视频的这个 ID， 哎或者呢房间号146，你就能找到我。好多人说那得怎么看呢，对吧？哎，你呢可以用这个百度啊，在网页之上你下一个这个两个平台的一个搜索，两个平台的官网不用下啊，然后呢你就直接可以观看了。也呢可以用手机 APP 啊下载一下两个平台的官网。这个位置呢我是沙漠哥，本来已经杀了，但是呢我没准备杀，我想打个双杀啊。这个位置你看一个顶一个 A， 沙漠哥死赵云死啊，这里呢是打个双杀。而且呢 A 操操的好处呢就是杀一个人加一个气，这位置呢我把他俩都顶一顶准备加气，哎虚数顶死直接加个气，然后呢开始捡隐身衣，隐身衣没捡上，哎捡上了，捡了两个隐身衣，然后呢捡了一个酒壶啊，捡俩隐身衣一个酒壶，然后赶紧去改个键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我是直接改了一个键啊，改成了一个 BCD 啊，需要有个 BCD 啊，没有 BCD 的话呢不是太好搞。 OK， 那这一关的话就有点坑了，这一关你可以看到这一关这几个怪有点不好搞了，对不对？这位置呢我果断选择交了一个小黄书啊，先把小黄书交出手啊，因为呢这一关呢有个吕布有一个诸葛亮啊，这两个人呢是非常棘手的两个 BOSS， 所以说呢小黄书一丢啊，因为呢我存三件啊，三件的话呢这小黄书不可能留，然后呢这个诸葛亮是爆爆件，那这样的话呢三件就齐了，这一局的运气特别的好啊，三关三件齐，而且呢两把剑是有用的，对吧？一把冰剑一把爆剑，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利用大范围的位移先跑，让对面的八卦阵消失，然后呢我换这个冰剑来给隐身衣，我得先把诸葛亮打死，诸葛亮怕冰剑，对吧？我这里呢利用隐身衣啊把这个诸葛亮顶死，顶死之后呢下一个击杀目标呢我会放在这个吕布的身上，然后这位置呢我会把宝剑捡上满格了，随便扔个令牌吧，把宝剑先捡上啊。我第一下想捡是捡错了，捡了个诸葛令，诸葛令倒是也行啊，倒是也可以啊。这位置呢准备换黄盖令，先把吕布杀一下，因为呢这个吕布的令牌是很好用的，对吧？前面呢这个无数次的这个三 boss 五 boss 对战呢也说过这个事儿，那么呢咱们准备拿个吕布令啊。这个位置呢继续跑位，这个鞋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啊，鞋子的作用呢直接就是让这个黄盖有机会能钻出来啊，要不然这黄盖基本是钻不出来的。这里呢冰剑放倒，结果呢这个陆逊有点坑爹，陆逊有点坑爹。这位置呢调好血书接着用一本啊，这个前面呢也是积攒了茫茫多的血书，这里换铁剑给他骚骚一套，一下一下一前一下一没连上，有点坑啊，本来以为我连上了啊。然后呢咱们先把这个曹彰打死啊，吕布顶死了也行，把曹彰也顶死，哎把孟云也顶死了啊，好吧。这里呢先捡个吕布亮，然后呢捡个血书把黄盖扔了，曹彰顶死啊，血书疯狂捡，血书加血，血书加血，血书战斗机啊，捡点关键道具，然后这俩加血没捡上，哎又捡了一个，那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呢血基本捡满了，然后呢捡了三本血书，捡了两三个战斗机，这都是比较有用的几个道具啊。然后呢咱们再继续，咱们再继续啊。这一关来了两个吕布啊，两个吕布一个黄忠，然后有几个傻子。那这关两个吕布我肯定是先奔着吕布杀呀，那么呢咱们直接上吕布令来垫这个对面的吕布，天下无敌。吕布垫吕布伤害也不高啊，跟其他人伤害一样啊，反倒是吕布打吕布伤害高。你可以看到随便扫两下，这个吕布的其中一个吕布的掉血量呢明显比其他的高。然后呢这位置呢吕布令我就不准备用了，我是准备啊用这个诸葛亮，利用这个诸葛亮的高移速给他打一打啊。这位置能防的怪太多了，要不然高低我给他们玩个武装，我让他们得劲得劲。这关其实想过很容易啊，就杀一个傻子，杀一个那个大傻子用爆剑，然后呢用冰剑呢装一个黄忠啊，这关想过很，但是我想拿个吕布令就可以了。这位置三下也没着，赶紧跑位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一局这个绝对这一局是速度上的一个获胜啊，绝对是速度上的一个获胜。我人呢
好吧，被黄总给铲回来了。我说怎么这打一半找不着人了呢？哎，这里，哎呦，不让打。我现在呢就是什么思路呢？利用这个自己跑得快，让吕布隐身追我。这样的话呢，吕布隐身顺道啊，就直接把其他的怪甩开了。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。这里呢，俩诸葛亮用完了，没见什么效果，只是摸了这个吕布几下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三下 AP 搞定。哎，你看是吧？搞定一个。然后呢，咱们呢先去右下角，哎，先别着急捡，右下角呢把这个令牌扔了，把他们都引过来再去捡。这个玩意儿捡东西绝对是个技术活啊，因为你打死一怪还有四个怪，你在四个怪的情况之下捡东西，那就费了个劲了。这里呢我是捡上了啊，成功的让吕布呢变成了三个。下一个目标击杀最后那个吕布啊，这位置呢我是，当时我感觉时间要到了，因为我这局没捡着时间器啊，我当时感觉时间要到了，我好像是爆了个 BCD 吧，我有点记不住了。我感觉没什么办法，有点棘手，果然爆了个 BCD， 而且我不敢取消啊，因为现在没到二十级，不能前天取消，只能下山 A 取消。然后这下山 A 取消的话就有点坑了。然后这位置呢有一个大傻子被打死了，那我这里吕布不太好杀呀，再开必杀。完了再开必杀，先不着急捡。OK， 都死了，然后呢先捡点加血，捡了个亮金，吃了个加血。这俩吕布令是哪个？没捡起来，捡了个莲花，很明显看见是吧？捡了莲花，但实际上这个令牌是不是呢？咱也不知道啊，它有可能是这个曹丕啊，有可能是吕布，但是呢没捡着。这关呢就等于打了半天，累死累活多了个吕布令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看这关，这关有点坑爹了，该说不说。这关你看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司马，一个哪吒，还有那个这个娃，其实也挺讨厌啊。这个就是激光眼这个娃，挺贱的。然后这位置呢，我是选择了暴剑暴气，然后呢去顶这个娃啊。现在就是跟这个赵云比谁跑得快了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一期的视频呢，跟以往是绝对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期呢，就是纯是练眼神了啊。包括我这边也是啊，在茫茫多的怪堆之中，怎么找到自己要顶的那个怪？比如说我现在就要输出司马懿，这里没死之后，我先开个必杀。啊，因为现在开始超杀，超杀必定全命中。对不起，我是金币了，啊，赵云没中。然后呢，快速挑血珠，这就看你挑道具的手法了。啊，这挑道具手法，但凡慢一点就凉了。这里呢，继续血珠，啊，这就是拿血堆了，是吧？当时打的时候呢，好多人会说，这个模式用这个曹操三阶打通关太简单了，随便打是吧？不是，啊，这个节目还整这么多分，当时我表示无语，写照没有，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也是到这儿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个玩意儿它是怎么看出简单的呢？我这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。那么呢，这个位置又开始了，啊，这位置开始了，就是找这个怕我身上属性剑的这个人。这位置为什么开个必杀呢？因为的话呢，我这个六六 A 用完之后呢，肯定是招式用老了，后边那个赵云肯定要干我。啊，我这地方呢得把电剑扔了，换个火箭。啊，这个现在呢是三剑，而且呢是实用性最高的三剑，冰火爆啊。然后刚才一下必杀是什么呢？我前天 A 这下招式肯定顶老了，后边的赵云必定出招，所以说呢我前天 A 直接怪一死我就取消一个必杀，这样呢他就没机会打我保一命，这个前天 A 非常的关键。然后这一关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狗张辽啊，这张辽满屏幕追你，然后呢这个金刚筋，金刚筋不怕神仙界所有属性剑。那么呢这一关呢我的击杀目标呢黄盖许褚啊，这是这关我的击杀目标，或者说是关羽啊。你看这黄盖是吧，我这里换上冰剑顶黄盖，发现不靠谱，那我赶紧用隐身衣先把黄盖顶死。你看到呢这个模式的难度呢，就是说你作为前面三个 boss 五个 boss 那个模式打多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你身上就是那啥，想存到第二关的道具你未必能存到第二轮啊，比如说你的隐身衣，比如说你的动物书啊，比如说你的各种令牌是吧，你有可能第一轮就扔了，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不扔你不是开玩笑的吗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呢你看血书啊又撇了，这都是之前苟延残喘留的血书全撇出来了。这位置呢我是换了一个冰剑想顶关羽吧应该啊，好吧，最后呢一想换个暴剑顶许褚吧，因为许褚有个血书啊，我现在能活这么长时间都靠这个血书了，没有这个血书早就没了，是吧？这位置呢确定他们不出招了，捡个血书，捡个动物书啊，捡个血书，捡个动物书，吃两口加血。那这关呢磕磕绊绊的又过了啊，磕磕绊绊的又过了。这个模式三剑的话呢，如果当时我不是灵机一动啊选这个曹操，我相信选其他任何人的三剑好像都白扯啊，我现在依然是这么感觉啊，都白扯。
然后这位置这关就简单了。这关为什么简单呢？这关都是正常怪，没有那么像狗一样的追着咱们跑的怪。然后呢，这关呢两个怕爆剑的，你看是吧？这关呢就是我把移速发挥到最大化了。最大的一个优势，你看司马懿，我在天边直接跑到他眼前，他给一顶，他是不是懵了？谁在顶我？他都找不着谁打的。你看这关就快了，这关一个气直接击杀，换了两个气。司马令直接一扔，捡一个司马令，然后这俩我就闭眼睛捡一个，还直接一下就蒙上了。然后呢，赵云锦满了，不用捡了，吃口加血啊，这关呢就简单了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只要来的 BOSS 不是太变态啊，我这打起来就很容易了。但是呢，碰到那些怪物了，就有点费劲了啊。这慢慢呢也算是苟延残喘的发育起来了，是吧？而且这运气也特别好啊，这几把剑来的特别关键。哎，这关就不好搞了。这关的话呢，赵云诸葛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格斗王沙漠哥就忽略不计了。沙漠哥是我优先击杀目标啊，沙漠哥在这种情况之下算个第一傻子。哎，你看是吧，我这位置呢就这个你得知道你这个曹操一跑能跑多远啊，然后呢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就是勾引他们走位啊，这个这个玩意儿感觉比开车费劲啊！啊，你看是吧？我这个几乎都是精准的跑位，然后呢，曹操被我搞死了。那么不是曹操去了，这个谁被我搞死了？你看这打一下也非常疼是吧？然后这位置又扔衣服了，没招了，打不过了。然后这里扔完衣服之后呢，就是为了顶这个赵云，啊，顶这个敌方赵云，因为敌方赵云顶死之后呢是有九弧的。然后这里我是跑一个位，继续暴击顶啊！这一下我不确定我的衣服消不消失，我扔两滴。啊，如果我的衣服消失了，这诸葛亮的护腿我就死了。你看是吧？这个不确定消不消失，咱就直接用掌击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有点脑血栓了，脑残犯了。我以为我没格捡这个九壶，我在一瞬间衡量之下呢，丢掉了血壶，捡起了九壶。结果呢，打完之后，直播间的这帮人告诉我说：“你身上有九壶啊，这个血壶能捡。”当时我说：“好吧，那么地了啊。”这一关呢，来的更气人，五神啊！你看这一关，这一关这个道具又该交了。你不交，你说怎么打？反正也能打，顶着五神跑。啊，但是呢，不是那么太稳。这位置呢，我开个必杀躲必杀。啊，必杀躲必杀以后呢，我就准备交点道具了。这不交道具，你看是吧？交了个道具动物书，然后呢用爆剑。现在呢是奔着司马懿怼。啊，下一个目标孙京。这关呢我就是过了就好。啊，也不管什么有没有令牌这个大个的。啊，是吧？把嫂子顶死了。啊，这关就过了就好，因为这个武神是太难搞了。这位置能再顶死个孙京加个气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捡两个召唤状，关键道具召唤状。当时我说出关键道具召唤状的时候，可能好多人都不信啊，说这个脑血栓其实就是血书丢了啊，给自己找找借口，没有啥捡的了，捡两个召唤状，其实并不是啊，如果是血书我带到这儿，也会把血书丢了，捡两个召唤状。那么咱们来看第二轮啊，第二轮也是五 boss 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第一轮、第二轮就见怪不怪了。这一关呢，我是在上面考虑二哥你怎么绿了，谁把你绿了，你以前就帽子绿，他全身都绿了，也是没谁了。这关呢，我是在上面呢考虑先杀死啊，这里呢是把第一击杀目标呢给了这个梦游啊，梦游的话呢抛包剑，这样呢我第一击杀目标锁定，第二击杀目标的话呢会是夏侯渊吧，夏侯渊或者马王，马王呢是没有对口的水晶剑。哎，好吧，这还有一个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还没看着，当时可能是看着啊，这还有一个这个狐狸精啊，那好吧，这游戏的话呢，你看这个爆剑的重要性啊，这游戏经常来的这个狐狸精里边呢，六个里边有五个啊怕这个爆剑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爆剑的重要性啊，这个不言而喻是吧？然后呢，拿下，再用这个火箭收一个夏侯渊啊，趁着这个有气槽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气给它补回来点，这就纯是以战养战了，这也是 A 曹操的一个好处，好多人说选 B 曹操无限连的，首先无限连你就连不了。你顶完一下之后，你马上就得跑位，要不后边补位就干你了。所以说呢，没有无限连啊。那么呢，你选 A 曹操的好处呢，气能攻上；你选 B 曹操，这气肯定攻不上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这里呢，直接先顶嫂子啊，直接是三下给嫂子顶去了。哎，已经顶两下了啊，嫂子还是不太敢顶，毕竟怕顶了。这里来第三下，哎，嫂子三下还没去呢，哎，第四下去了，这样呢，四下给嫂子顶去了。然后这个红夏侯的话呢，算是这个关卡里边呢最坑爹的一个怪了。这位置能放上火箭，毫无疑问的就要顶那个貂蝉啊，顶上那个，这是狐狸精还是金刚精？当时我也没看出来啊，我当时又看出来，我高低就用这个爆剑顶他了。这位置莲花控一波，因为这个貂蝉很明显没上来，顶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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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，四招一式顶完赶紧跑，然后呢跑跑位上去躲一个这个笑，扔个莲花别让夏侯渊过来跑位。
顶调查，顶调查老跑啊，不让顶，我给你钱还不行吗？是吧？搞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给调查也顶死了啊，然后赶紧跑路，这就不用打了，这怪肯定打不死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要说暴气杀一个的话呢，那一气换一气那也没有用，是吧？那不如不换了，差这点加血，你要真杀完也不一定能吃上，所以说那犯不上。这关就这么地了。啊，这关的话呢，就这个红夏侯对我产生了那么一丝的威胁啊，要了我一个抓人状。然后咱们继续再往下一关看。哎，这关，司马懿作为第一击杀目标啊，你得找第一击杀目标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这里扔了一个暴剑，因为这是狗司马，不太好抓啊，所以说呢，这里直接一个暴剑，司马顶死。第二击杀目标怕火箭的，你得找对口的杀。哎，看盘招。你得找对口的杀，剩下那俩玩意儿不怕。那个啊，这个吕蒙也行，吕蒙怕冰剑，但是那吕蒙跑太快了，不一定能抓住。这样的话呢，搞定。然后这个陆逊怕电剑有没有？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关你看是吧？又是一个召唤状，然后呢补回了一点血。OK， 啊，这里搞定了。那么呢，咱们来看看下一关。这一关的话呢，一个冰剑的沙漠科啊，一个暴剑的葫芦精，一个火箭的张辽和貂蝉。这关可击杀目标很多，而且呢容易击杀的目标也多。比如说这个沙漠科，哎，你看这里我打他一个冰剑 A 半冰，然后呢冰剑又撞了一下啊，这是冰剑的好处。这位置呢还是大范围的跑动。好多人看到这可能说，哎呦太简单了是吧？可能看着感觉简单啊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直播间里又懂的，你看着简单，你自己上去试试就明白了是吧？就例如啥呢，看着马云挣钱简单，对不对啊？动不动一天挣个几亿，是不是？实际你去别说几亿了，是不是几百块可能都挣不到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法这么比较，这么比较的话感觉太不科学了，实在太不科学了。就像你要是到马云面前，你跟他说，那挣钱也太容易了，一天你才挣个几亿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他什么反应？他唠嗑可比我损多了啊！我得这么说，你对不对？在语言上攻击死你，忽悠死你啊 ！OK， 那这关的话呢，也轻轻松松搞定了。咱们呢，来看看下一关。下一关看看有什么怪物。啊，下一关这怪物还好吧？这关纯白给，这关的话呢，为什么说纯白给呢？一堆这个我也分不清是谁啊，反正全怕暴剑，就干就完了。就那个金刚就是不怕暴剑，剩下全怕暴剑，你就用暴剑顶。而且呢，这个玩意儿厉害在哪儿呢？这个如果你是护水娃，像那个是水娃，那个隐身娃，你又不给他们顶倒了，他们也不发动那个招呼。啊，这玩意儿厉害在这儿，你看是吧？这里两下就顶死了，还能收一个气。哎，你看是吧？他不顶倒了，他不触发招呼，啊，他。不护水啊，然后不隐身，不干啥的，这个玩意儿，这一点该说不说还挺厉害。这局你还真别说，除了这个曹操这个三剑，各位你们想想，还有能通关的吗？就这种模式之下，之前我跟黄仁英打过，黄仁英首先六六也抢不上招，啊就被替无限连了。六六也抢上招之后呢，顶多就打一下，后边怪就不会打你了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戏。然后诸葛亮的水晶剑在。各位也懂是吧？诸葛亮在最早使用属性剑最牛逼的人物，到这个版本里边呢，使用属性剑是最白扯的一个人物。A 诸葛，你说在这个怪中间打个幻境连，是吧？你不现实。B 诸葛没有属性剑招吧？马超小跳踢起不了手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，我当时思来想去没找着好人啊，就找着这个曹操了。结果呢，曹操使用上之后呢，这个。想象中的这个，不是这个打出来的效果比我想象中的效果还要好，啊，我想象中的效果可能就是我顶两下之后，然后这个怪就还还手，我当时想的可能是这个情况，结果实际打出来之后发现，比我这个想的效果好多了，那这样又是一个三杀，啊，又是一个三杀，又把三个怕暴剑的葫芦精给砍死了，然后还有谁要用属性剑？这就没了吧？就这几个人吧，诸葛、马超、曹操、黄仁英，这就没了吧？啊，这就没了。反正我感觉那几个人是白扯，而且这个模式之下，你如果手拿三剑发挥不出三剑的功效，那你背面站着三个格，那可比拿腰带拿一堆道具菜太多了。后边的话呢，我会给各位做一期，三剑的黄元英，你就知道到时候是三剑使不上力之后是多菜了，啊，你就会明白多菜了。这关呢，毫无疑问的是先把这个大乔给他顶死。啊，把这大巧人火箭给他顶死，然后呢换冰剑。我当时是脑残犯了，我去顶黄忠去了。
我那个曹彰就怕冰剑，打儿子多得劲儿，是不是？打人黄忠干啥的？啊，后来我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我操，还有曹彰呢！啊，这有的时候看不清。啊，打这曹彰我还打出点花活来，你看看这各位，看看这还打出了一个四招一式的冰剑。啊，当时还整了点花活，也是没谁了。然后这位置呢，先给儿子顶死。啊，你看这顶儿子都得呢，顶人黄忠干啥呀？OK， 儿子死了之后，黄忠不还手了，快顶黄忠啊！快快，你看，还得给黄忠顶死，多给他血，哎，这样的话一次性就吃满了。那这关的话呢，也是火箭的左慈啊，冰剑的这个儿子黄忠啊，直接呢就搞定了。OK， 那么呢，咱们进入这个本游戏的噩梦关卡啊。为什么说是噩梦关卡呢？我他娘的总在这关死机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这关呢，首先一到这关呢，就会总随出那种让我贼难受的怪。啊，这关总有这些怪，这关你看，如果说没有这些怪，就没有这个武神，我就随随便便拿着那个剑挑点落单的顶一顶，也是很好打的。但是你有这个武神就不一样了，啊，这个武神你顶谁他就不背，而且这一关伤害奇高，我不知道为啥这关伤害比别的关都高。这关你看，虚竹坐我一下，就这么过去。那么呢，这关呢，我开始动用了我的这个吕布令牌，先用俩吕布令牌呢，先把这个武神垫死。或者说呢，把其他的怪垫，而且呢，这里我已经注意尽量规避，别让这个怪一起死了啊！当时我是做好了这个打算，我再垫一下没有怪死啊，然后呢，我是准备的那啥，再垫一下，死马一会笑，死不了，这样你看就死一个马王，啊，你看是吧？我这控制的还不错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我想就第一个不一起死就完事儿了吧，是吧？完了后边的话呢，我用了一个战场剑，把剩下的俩怪打死了，啊，结果呢就死机了。啊，当时打到这儿本来已经过关了，然后我还好奇为什么他会对我动手，啊，就看这直接血一刀就砍死了。然后他对我动手之后呢，我意识到了这是白扯了，啊，这是死机了。死机之后呢，当时呢我也就跟老板研究了一下，我说这个大哥，你看我这个情况下算通关能不能行啊？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的话呢，首先我在之前呢翻车了好多次，因为这个在三剑的情况之下，想拿起这个三剑通关是特别难的。首先拿三剑就费劲。然后呢再通关是吧，就是平平常常的话呢就再打一遍无所谓了。确实是这个可能再打啊，如果再重开一局可能就要奔着一宿去了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这个如果算通关我觉得还算合理的。我身上有六个七，后边有两个九波，还有一个吕布，两三个司马，还有一命。我这当时所以说跟老板研究了一下，完了点播老板睡着了，当时萧峰老板说可以啊，后来呢点播老板睡醒之后呢也说可以。那么呢，这局游戏呢，也就最后打出了一个算通关的效果。那么也是感谢两位老板的支持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拜拜。